今天吃大饼、红烧肉、土豆片，因为是死面的，然后有点硬，我把这个芯儿拿出来吃。刚出锅有点烫，有点，有点烫。但是很香，这土豆片看着帅。红烧肉炒的土豆块，今天跟土豆杠上了，土豆块土豆片。好烫，这阿姨做这个块太大了。